12月28日，胡杏儿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和老公李承德的结婚照，庆祝两人结婚六周年。她配文表示，六年了，结婚了，愿我们一步一步，一年一年的，慢慢的走下去，爱你。老公也在网上发文庆祝纪念日，他晒出自己和胡杏儿六年前和六年后的对比照，直呼对方为老婆，高调秀恩爱。六年前，胡杏儿与老公还是一对高颜值的新婚夫妇，六年后他们容貌未变，但多了三个可爱的儿子，三兄弟都是浓眉大眼的端正长相，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。胡杏儿与老公也越来越有夫妻相，42岁的胡杏儿皮肤白皙紧致，气色红润，生完三个孩子状态依然美丽动人，身材火速恢复到了纤细苗条的曲线，一看就知道婚后生活十分幸福，被丈夫照顾得很好。胡杏儿是香港知名演员，曾主演众多经典作品，与黄宗泽因戏生情，最终两人在2012年宣布分手。之后胡杏儿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两人2015年结婚后感情一直很稳定，胡杏儿要忙工作，老公就在家帮忙带娃，最后也祝他们两人永远幸福。